二十一号至二十二号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湖南调研，并主持召开先进制造业发展座谈会。他强调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，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，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，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，推进高端制造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。 在株洲，李强考察了中车株洲电力机车、株洲硬质合金、湖南山河科技等企业，深入企业的车间和实验室，详细询问企业情况。得知一些企业的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李强非常高兴。他说：“先进制造业发展根本靠创新，企业要大力培养、吸引和用好优秀科技人才，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。” 打造更多有话语权的产品和技术，科技创新的价值和生命力在应用，要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，推动产品标准和质量提升，加强产品外观设计，以产品创新引领和拓展市场需求。在长沙，李强考察了长沙比亚迪汽车、中国铁建重工、蓝思科技等企业。他指出。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，要培育世界一流的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，实打实帮助企业解决困难，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，不断增强企业发展新动能。要下功夫拉长长板、补齐短板，在优势领域巩固领先地位，在更多新领域、新赛道实现领跑，构建一批新的增长引擎。 在先进制造业发展座谈会上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家企业负责人谈了情况和建议。李强指出，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所在。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，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一个重要关口。我们坚守制造业的决心不能动摇，做强制造业的力度必须加大，要紧紧围绕制造业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发展。 加强战略统筹谋划，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推动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，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、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。要营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，强化支持先进制造业的政策导向，形成先进制造业发展良好生态。 李强充分肯定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，希望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加快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、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。吴正龙陪同调研。